和一米九闺蜜伪装情侣参加澡堂活动。这个是必须是情侣才行吗？你俩是情侣？对。那哪家妻子都办。我们还没发展到那一步。那你们俩进去发展发展。啊，不行。多少嘴就省一百，把所有的困难都不刷微信。来吧来吧来吧，你别歇歇。这把开心了吗？那你怎么样？你比怎么样？哎，好，谢谢。哎，不对不对，那比怎么样？哎，好好好。那比怎么样？不是，要不然咱招了个大不了不长票。哎，这姐，哎，阿姨，我给你。我觉得你真是个才，同性情侣也算情侣吧。保安，那不骗他补他补。你说我补，咱俩啥关系啊？好闺蜜对不对？这钱我让你出，那铁定是我跟你 AA 啊。嗯？我出五十。对，那我就出一张五折的券。好，我慢慢补，正好。我进去等你。